近日就有网友爆料话有阿娇老公赖宏国出轨嘅证据，仲指赖宏国不时 follow 女网红，成日趁阿娇唔喺身边就同人鬼混，仲贴出一张赖宏国着住睡袍面红红嘅 cap 图。阿娇就喺微博回应力撑老公，开学第一日呢、這个热闹我哋唔臭啦，仲加埋一个笑而不语嘅 emoji 添。赖宏国亦都有转发老婆嘅微博，同声同气咁话唔臭呢个热闹，仲同阿娇示爱添啊！